大家好，今天学习了第七堂课 N 高。通过学习这门课，我就理解了这个，解释了很多我之前从申领社的那些但是自己有疑惑的部分。之前参加了 Pauline 老师牧师的这个特会，然后也接待了他和他的学生。然后呢，我也因此得到他身上的先知的恩膏，有了神的启示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有了神的启示和，然后每天早上都会做一个异梦，有这样一个恩赐。另外呢，在披麻蒙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还得到了神给我在投资方面的一些启示，所以，通过这些经历呢，我深深的感觉到，我的恩高都是神赐给我的，然后我今后会更加坚定的去服侍神，感谢主。